嗨，你好，我是思云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维他命 C， 不懂你有吃过吗？这一款是爱多美的维他命 C， 它是1000 mg 的，这一款是550 mg 的。然后今天要做个小实验，相信大家都知道维他命 C 对吗？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够制造维他命 C 的，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补充外来的食物来补充。今天做个小实验，这是一杯水，然后我们外面会有空气污染啊，种种的因素，所以我们需要身体需要补充维他命 C。是这样的颜色的，所以我们每天可以摄取一条爱多美的维他命 C。它这样子一盒有90条，每一条有1000 mg， 它是由五种蔬果制成的。我们打开，现在做个小实验，我们只需要倒一点点。一点点进去这个里面，我们搅拌它，这水就会变成清澈了，因为它有高抗氧化，它可以抗氧化，然后抵挡那个物自由基，所以我们就变为，所以每天只需要摄取一条，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，高抗氧化，然后还可以美白肌肤，然后让我们身体补充更多的维他命 C。如果外来已经变白了，我们再加的话，它还是一样是白色的，它还是有功效在里面，而且我们这是水溶性的维他命 C。 这个就是我今天小小的实验分享给您，爱多美的维他命 C 每天只需要摄取一条就可以补充足够的，而且经济又实惠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期待下次再见，拜拜。